式减碳率运输 U Bike， 前30分钟免费，运动休闲保健康，通勤通学都美通，欢迎多加利用。为了让台北成为安全之都、运动之都及未来之都，并落实2030北市减碳40%及绿运输使用率70%的目标，台北市政府2月28号起实施 U Bike 前30分钟免费，且同步扩增车辆规模。也谢谢我们局处同仁哦，以及很多市民朋友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也做了很详尽的研究跟规划。相关的配套也透过大数据的分析以及调度站点的统计啦持续的监测，所以选在明天正式上路。我想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希望让台北市持续朝向净零碳排的目标前进，达到减碳永续的共同目标。其实我想台北市，我们身为首善之都，我们的施政愿景永续共荣，希望首都永续这两个字放在最前面，表示这是我们施政的重中之重。所以今天 U-Bike 前三路免费，不只是在交通运输、在居住、在废弃物处理等等各个面向，我们全面动起来。而交通是跟市民朋友息息相关， U-Bike 在台北市我们有1338个站点，是部件数全国最高也是密度最高的城市，所以我们应该借由这样的优势，鼓励市民朋友来使用绿运输，使用 U-Bike 成为他运具的项目最优先的选项。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在推动这样的政策，我们也做了相关的配套，我们不只是增加车辆，我们扩大我们的规模，我们也预计在接下来的3年会投入12000辆，今年就会有6000辆。那我们会逐月的来增加，同时我们也是随时在监控每一个站点它的租借次数、建车率以及调度站的建车率，我们会即刻的做紧急的应变，我们有成立紧急应变群组。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每一个站点无车无站的情况有监控仪表板，随时掌握情形。另外，我们也增加了调度人员以及调度车辆，我们希望能够在政策上路之后，而面对各项的可能发生的困难，我们即刻的来解决，满足市民的需求。其实我们很重要是希望达成我们阶段性净零碳排的目标，2030减碳40%，也希望我们的绿运输使用率达到70%，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市民朋友跟我们一起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推出了减碳存折，所以未来使用 U-Bike 也可以累积到我们的减碳存折当中。我们接下来都会有各项的方案，来鼓励大家尽量的使用 U-Bike， 搭乘捷运，使用公车，使用绿运输来成为大家交通的运具。那最后，我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维丹，我们市府所有的同仁，以及在推动这项政策付出的伙伴，能够让这项政策明天正式上路。实施30分钟免费以后，我们预估整体的租借次数会增加15%。那因为我们之前大概除了定期票跟转乘优惠以外，大概有50%的人现在已经享有30分钟免费了。那我们现在实施30分钟免费，会在这原本50%的人，他要付费的人，他现在也不用付费。那我们新预估一年大概新增2700万人次的租借次数是不用再付费的。那大概可以增加整体可以增加15%的租借次数，那可以大概可以减碳7000吨，然后可以减少18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碳排。未来我们搭配我们的扩增计划，我们除了车辆会增加12000辆以外，到2017年会增加12000辆以外，那我们的站点也会从我们现在的1338站呢，增加到2000站哦，在115年预计增加到2000站。提醒民众，公车、捷运双向转乘 U-Bike 就不再重复提供优惠，原同站还车再续借，需从原本等待5分钟延长为10分钟，避免占用其他民众使用权益。
左边一点点，谢谢。记者温俊台北报道。